今天又给同事们准备了上好的食材。怎么又是仙人掌啊？老板都做过了，难吃的要死。什么？明叔的手艺是老板能比的吗？你要是能做的比老板好吃，食品点赞比老板高，我把这个吃了。好，好，你就等着吃仙人球吧。每天一道家常菜，仙人美食啊，很哇塞。今天呢，明叔就用这个仙人掌给同事们做一顿美味的午饭。拔丝仙人掌。仙人小炒肉，仙人四喜丸，仙人炖鸡汤，仙人美食，明叔做好了一道比一道好吃。视频的结尾呢，有详细的菜谱，记得点赞收藏哦！感谢大家的支持，开饭。视频啊，比老板的点赞量高，明叔啊，下期就做仙人球美食。好，来给我。